这次看到学生参加的作品成果非常的丰硕，让我仿佛也跟着他们回到了我青春时候常常去游大陆的一些记忆。希望各位也来参加创意游中华。嗨，恭喜你们已经从大陆回来的，这次你们可以到整个不管是北京、重庆或是大陆各地方去认识不同的人，发现不同的事，我觉得对于视野的提升，也对于更了解不同的文化的东西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恭喜你们在整个纪录片的过程里面会看到你们的努力，那继续加油，迈向你们璀璨的人生，谢谢。